哦，在我结束时就快交测试了，嗯，交测那个脖对子对的对，枷锁。嗯，将回合结束的枷锁增加一，若探险者的编号小于现在的再换数我字的吗？话，则需哎，我还要没动啊，我还没你动没啊，动，我你现没在等动，你们，我现在等你们大家好。好只了，需要啊，语音你还要没干好嘛？吗？哦，我看到必须做的事。啊，好，若等你看小于完。目前回合数，需要掷三颗骰子哦。就是，我就说，就是你结束之后，每个人都要骰一次这样子。看一啊，不是，下，就是已经到那个回合数的人到要那骰回一次。对，到小于那数字的人要骰三颗骰子。反正就是我们先继续啦，等下我再那提醒你们大先家继续，啦。你们先继续，你们继续，好，在这边，我继续研究。不然大家我研读玩是多哪一久？间啊？好，我就这一间，我要直接拿这个钥匙啊。然后我确就实，扣一点，我的这个拿钥匙的条件就是我要受一点伤害就可以拿。那我就啊，这有什么？扣，我就扣那哦，承个啊，受动房脉。间伤害。好，拿走了。好，哦，你拿你到你自己房间吗？有，我还没拿完，我还没拉完，别对急，别嘛？急。换你。哦，我要离开也是要再筛一次那个。好，一二三四，好，我要先离开这边，要先筛这个，这个是力量判定三以上。好，力量我力量是几？力量是三。三，好，二好三以刚上，好三三以过了。上，OK，没事，一二三四，到这边之后，我要直接再筛速度五加以上，五以上，就是四，四，好，这有点难。这边的房间的那个东西，就是我要直接，就是判定他这个过了，我就拿六十，没过就滑下去。对，滑下去了，前一场还很苗条，怎么？然后我这边的话是要开房间，他的意思是要我开一个房间。你好，你滑下去也要甩一颗骰子伤害。对，我先甩一个骰子伤害。二，好，他是骰子，做什么伤害？物理，物理伤害，哇一，怎么？难抉择，好了好了，哇，好，掉下去，然后开房间，我掉好。场。哇哦！啊，对不起，要通过的话，才要那个。嘿，那我现在就在这边旁边这边。如果要通过的话，我必须筛一个速度加三以上的。等一下，这里有一把钥匙。这里有钥匙哦，诶，那可是我刚刚已经开过开开的钥不匙，这个错，不拆开。场喽，这个不能开。好，下一回合可以开。好好结束结束。然后开钥的匙不那错，个现在运气是好的。第二个花掉吧。这个，这个花掉。然后换我了吗？对，我在开金库，一个开身体，一个开金库了。哎 我跟你讲，我从墓园开到现在，我都还没开打开过哎、玩错，玩到什么物？给我开金库！哦，玩到啊，没空转正。好，那我要出去了啦，我开一个房你要子出去啊？对啊，不然待在这里没用。有用啊，开金再库拿开钥啊。匙，可是你开钥匙之后就不能移动啦。你开了，不是你说试拿着着不看，能动吗？还是哦，是拿到才不能动，是吗？拿到确拿，定上面是拿写到拿才不能到啊，动。拿到哎，钥所匙以才就能是每动。个人到这个房间都会发现自己肚子有一把钥匙哦，对，就看谁才是真正肚子里没有钥匙。对啊，所以其实我也可以不理这把肚子的钥匙，可以啊，你可以啊，你可以上来我还以开为金我一定库要一直甩到我快死没有掉没为有止。没有没有，没有你可以离开，不要拿。那我移动咯。好，好，往开肚子这里。了。然后这个吧，啊，我觉得我随时要爆掉哎、欸！Underground Link，哇哦，是不是有啊？哦，没有。没有，好，然后这个有事件，哎，不对啊，那等于说我刚刚这个钥匙没拿到，我还可以再继续开我的钥匙啊。我刚滑下来嘛，我没拿到钥匙啊，那代表我还是可以继续开钥匙啊，看一下。对吧？照你们这样说，这样是没错那啊。如果钥匙间都是并联的怎么办？那就等于说，我这边开失败，我去隔壁间再开对啊，失败，再去第一间开。
觉得好像是可以这样吧，上面是没这样写的，对啊，直到拿到吧，好啊，拿到就停下来。那你这边要速度赛感觉可以吧？那我就试再猜猜看。你要补钥匙的这边吗？你先补钥匙，我等一下开始见。好，这间房间的是。你想看一下 ，ASN 哦。你想拿钥匙前，你必须成功穿越这个房间。如果失败了，下回可以再试一次。如果你成功了，那么你会在房间的另外一端。嗯，所以你还是要走过去才拿得到。嗯，你要想办法走过去，这样对。三加，我速度扣了。四。哎。哦，过过过过，拿到钥匙，拿到钥匙。好。我拿到我直接解锁，不是你是等一下是发现钥匙在对面，你要走过去吧？他不是你是这样讲、你是发现钥匙在对面了，但是你要走过去对面之后，你要开下一个房间才有吧？哦，下回可以再试一次，如果你成功了房间，那你会看一下啊、哦。等一下拿到钥匙前，你必须成功穿越房间，就这样这句就据点了、啊，就拿到了、啊。如果失败了，下回才再试一次啊！那是失败的东西。如果你成了，那你会在房间的另外一端，就拿到了吧？对。PHA。哦。那是若你。若你耶。若你成功了，你会在房间的另外一端看到另外一端。你想拿到钥匙前，你必须成功穿越这个房间。那如果失败了，你可以下回再试一次。如果成功的话。可以房间的另外一端，你将会在这个房间的另外一端，是回来要再破一次的意思吗？还是当你想要拿钥匙，你必须成功穿越这个房间。如果失败的话，那在下回可以再试一次。如果你成功了，你将会穿过房间，所以他已经穿过去了，对吧、啊？那我就是拿到了吧？应该是。你要开地形吗？还是？他还不能开啊！我不能开啊，只能穿过这样子啊。他只能穿过去而已。哦、你就是穿过下回就可以直接走另外一边的嘛、那我就是解锁钥匙、直接加锁。等一下，哈记，你第四回合才爆，你要不要先给我一个？你第四回合才爆，我不要，我要直接解锁。我觉得你怪怪的，不要。好吧，哈记是叛徒，自私自利。我连跟他讨论空间都没有，他直接都拒绝。没关系，你认为我是叛徒，你就认为我是吧。好，所以现在是杰克的杰克的事件，杰克事件。嗯，接着是这什么 ？John 什么 ？John H， 反正是一个小男孩，一个小男孩。两个男孩一起玩。你讲一下。好，两个男孩一起玩一个木陀螺，然后那个人你要转一回吗？一名男孩说道。不，然后他到底叫什么呢 ？John 啊，John 吗？哦，好 ，John 说，接着，接下来都换我了。说完 ，John 抓起陀螺，砸向另一个男孩的脸，哦、好痛、哦！哇 ，John 只是不停的殴打着另一个男孩，不停的。如果一位探险家有意志方块的话，该探险家。弃掉该物品，然后并抽一张新的物品牌取代它，然后并且你可以获得一级神智，否则你收到一点的骰，一颗骰的精神伤害。所以我是要骰一颗骰吗？简单的说，你看到一个殴打场面，你受到精神伤害。然后现在没有人有那个东西。没有。好，那我所以是否则，所以是否则，来，他刚转了一圈。那你甩了，我甩了，他刚转了一圈，然后就停了，就没有。好，下一个。OK， 换我、啊。嗯，我继续找房间。这里。哦，好。这里有东西吗？没有。乌鸦，乌鸦一只。几只啊？乌鸦。好远，四咬，一声赤鼻鸣叫，一声鸣叫，死亡的气息，苦痛，黑暗，消失无踪。当你抽到这张牌时，某种东西咬了你，在你右边的玩家替你闪四颗，看一下啊、
右边的玩家，右边玩家替你骰四个力量骰，力量骰攻击你。哦吼，你可以进行防御这次的攻击。OK， 力量我有五颗。好，你杰克骰四颗攻击陨月，我骰四颗，杰克摇陨月，四点，你是四点，好，然后我有五点月的，等一下，会进行防御。三点，被咬到了！哇，杰克乱咬人，你狂犬病啊！被咬到的话，你就直接扣一个物理伤害吧。就是两个相减之后扣一个物理伤害。嗯，好，那我就扣一个力量。你力量好高哦！扣一点力量。好，我们到了新的回合，那小鱼二的要骰那个一号、二号要骰三颗骰子。嗯哼。唉，有，我刚看到一个重点，如果等一下那个死掉，你们其他那个好人赶快来捡钥匙，因为死掉的也算是解除枷锁。我跟你们就是这样了，哎、欸，啊，三也是解除枷锁，三没事。对，所以我刚刚其实想好最好最坏的答案就是我等一下把钥匙给你们其他好人，然后我去自杀。我也在想，我直接自杀、欸。可是要活着哦，是没有没有，我算是要活着哦。没有没有没有，他是说一半以上的人还没可能没有死，然后一半以上的人枷锁都解除了，因为他后面还有补一句说死亡的人也算是枷锁解除，就掉落了。对，只是如果说我们用死亡这件事情解除枷锁超过一半的话，就是叛徒营。了解、嗯，三个以上、啊哦。对，我们不能死超过三个人。对。哦好，所以我跟你们讲，我打算直接死，所以你们谁赶快来拿钥匙？团团在地下室，地下室，我等下直接上去就他寄而已啊，我拿不到，他寄已经解锁了，他去拿钥匙给你们，我去拿钥匙给你们。嗯，我直接上去了。所以下次换喵哈，换喵哈。对，那我要往下看房间，我不想再剖身体，有点痛。你可以再去开金库。我不要，我不要。我的知识太少了，我开不了它。啊，嗯，三，哎，是不是有啊？有吗？哎，有哎、欸，有哎、欸，在这里。有。还有钥匙，它是干嘛的？我来看看。我帮你拿一个上来。然后 you can choose to fail to learn。我要跳到 bad run 的房间。你可以选择你跳到 bad 包run 求池。如果你这么做的话，你会受到一点物理伤害。可是我们没有包润，对不对？嗯嗯，好像有哎、欸，好像有，我怎么印象有？有往下跳，看一下，看一下。包，对，这有点印象。哦，这边啊，这边啊，包润一楼的右脚右边。哦，所以我就是往下跳，然后受一点伤害，我就可以拿到这钥匙。对，钥匙。哦，对。哦，那我当然拿了。酷。Gallery。我可以离开的跑房间，跑身体的房间，我可以就下去吧，直接下去。真的？哎，这房间这是什么东西啊 ？Secret？ 那个是秘密通道啊，那秘密通道、啊、可以传送、嗯。对。然后我要收一点的伤，我会收太多东西了吧？我看一下，我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捡？嗯、力量跟速度传到哪？我用哦，传到金库。传到金库。啊！我真的快死了，我快被自己玩死了。哦，我减一了，然后我这样就是结束了吧？你现在拿到钥匙吗、嗯？对，拿到钥匙，拿到一个钥匙了、嗯，然后扣了一点。嗯，猎手是得到。哦，在我这里，哦、酷酷这里。他拿走了。一二三四，现在换繁星。等下再说一次这个。喵哈刚剖肚子的那个解锁条件是什么？全部判定都要三以上。三以上。哦，那我来这边好了。金库太难开，你的素质好高哦。三。可是他的智力一样只有三而已。这我就是卡智力啊，我要把我前面都过了。三以上，全三以上。然后第一个是什么？五。你的是五颗、四颗、六颗、三颗过，第一个过，颗四颗，怎么甩？哦，这样子哦。二，第二个过，
四颗，六颗，六颗。哇，最后一个最关键。要看啊。过。好。过。三颗。三颗。三颗是最麻烦的。有没有过就靠这一次了。啊！我要跑了，两颗物理，物理哦，两颗物理了。哎，没有吧？他没有，他甩两个。现在要甩两个，甩两个，两颗物理啊，两个骰子，两个骰子。嘿，拿两颗骰。两个。两点。两点物理伤害。这两阶段好可怕哦。那跑肚子的真的是玩命哎、欸！我已经快没有位置了。对，超难开的这个位置，真的。算了，不跑了，我要跑了。跑肚子，我就开房间，搞不好还比较实际。谁的状态比较好能够开啊？我是可以，可是我在地下室。目前剩下的房间好像地下室比较多，是不是？团团，没有哈记，你的力量只有二，你开不了、哦。不是，我说房间呢、欸。哦、oh no, 房间我不确定啊。目前地下室还有一二三四五间。团团的也不好开时那个 S 光石。我们是半死不残没办法。你的也不好开。哇塞。唯一比较好开的正是有繁星。嗯。繁星还有这个我前面这个房间也是一个。嗯。我觉得你前面那个房间 我可能可以开啦。我现在是因为数值被我玩到太低了有点难啊。嗯嗯，没有啊，这是我在旁边玩。哦，那你刚刚数值换团团吗？换团团，我扣了，扣了，都完了，我不能动，我只能动三个。哦好，哦好，那换我，换上。你们觉得我要开房间也是回去拿钥匙去给你们？看你觉得，看你诚意哦，看你诚意。团团现在在往上走了，我觉得你可以去找房间。好，我去找房间。可能走到哪了、啊？哦，看到了，他在地下室的中间。嗯 ，OK， 等一下，是哪一间？有、哦、这个有。哎、欸，不对，这个我拿，为什么拿开？这里有，这里有一把。有，这里也有。你看这个房间效果是，当你离开这里的时候，你要甩啊，你姿势很高啊。没关系，这个不是，这是离开的东西。那我先拿个乌鸦。然后圣符，混沌世界中的平静象征，立刻获得两点神智。哇，神智两点。然后这间房间要拿钥匙的话，我看一下五芒星房间。钥匙食物，要甩它上面的东西。好，知识四加以上的话，就可以拿到钥匙。好，我甩。哎、欸，我猫，我家的猫吐了，站了一下。哦，我甩五点，五个骰子，四加，等一下。这样应该是没问题了。三四刚有四刚好是拿到钥匙，我等下拿给你们。哇，哈基超 carry。然后换我嘛？嗯，神秘通道是两边互通嘛？对。好，那我先一二三到金库，然后我开金库看看。好，又回来开了。嗯，反正我等一下都要经过。等一下，是 R 吗？ R， 嗯，哦，开了，开了，金库开了，开了， okay， 拿到钥匙了。你可以顺便拿那东西吧？顺便拿两个道具吗？应该是吧？还是要再、我不知道。钥匙藏在金库里。有人开过吗？然后第一个是盔甲，它是文艺复兴博览会的道具盔甲，但它仍然是金属做的。任何时候一回合不限一次，当你要受到物理伤害时候可以减少一点物理伤害。盔甲不能防御针对力量或速度属性的伤害。这件物品不能被偷窃。然后另外一个是幸运石，一颗光滑看起来平凡无奇的石头，你感觉它你感觉到它会给你带来好运。当你进行任何的掷骰时，你可以擦拭一下这颗石头，以重新掷骰那些骰子中的任何数量的骰子。使用后会抛弃此物品，所以只能重骰一次。嗯哦，所以现在保险箱打开了。
开了，刚开了。哦，嗯，感觉幸运石是开那个 X 光室的好东西。嗯，你要不要过来切肚子啊？不要，不是你啦，切到没肚子，不是你啦。在想哎、欸，可是我都速度高一点而已啊。对。Yeah. 对啊，六三三。没有，我刚刚在看，我在看他那个。啊，换我走一个，继续开。你怎么？这里。我，所以哈基刚的六芒星的钥匙已经拿到了。拿到了，拿到了。哦，好。M 开头的没有，没有这间房间。Master bedroom。这里。呀。然后抽一只乌鸦。一只乌鸦，哎。